人身为正道，不调查荼毒生灵的凶手，反而处处针对，受强其作为天物之着所害天魔族，到底是其别无辜脾气好，也是自己天魔的信任，欲求得者究竟是谁？我该质疑本宗已明了，但请恁谨记，魔界就让中原受难，想欲查伊绝不容情。魔界行天魔之令，修天魔之路，相同之位一向行主，依法中欲想最撇上官，也不再干预。故事，请。